东西的你。好，那我今天要邀请大家来参加的坑呢，是 Mozilla 的专案叫 Common Voice 啊。这个东西，第一个坑主时差中，对，那有人问说我是从哪里回来时差，我来这边时差。然后Common Voice 是 Mozilla 专案，那 Mozilla 在做 Firefox 的浏览器，那 Firefox 的浏览器最近这几年在研究，最近这两年在研究各种不同装置上的浏览器啊，包含了智慧音箱、VR 电视，所以在这些地方上面的浏览器，如果你还要用键盘来输入，你想想看，就是你拿着键盘，然后接着Amazon 的音箱，这样是一个非常蠢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用语音输入。对，那我们要用语音输入，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 AI 工程师。但 AI 工程师来了之后，发现 Firefox 有100多种语言，那100多种语言的语音输入的服务现在不存在。然后加上如果你要语音输入的 API 的话，就要花钱。那目前语音输入做的最好的有几个公司嘛？亚马逊、Google、微软，每间都是很有钱的、很大的公司，他们自己有自己的 API。那我们这样如果用他们的 API， 就要给钱，但莫奈没有钱。对，那没有钱还是个小问题，因为你只要就是生钱出来就可以解决了。但是100多种语言里面，现在目前有提供服务的语音输入的 API， 大概都是那最常用的十几种语言，所以剩下的90几种语言是没有资料的状态。你有钱你也买不到资料，所以我们就要决定说我们要自己来收集。那我们要自己收集，我们就开了 Common Voice 的专案，从去年1月开始到现在。那去年6月开始收集中文的资料。那这个专案很简单，就是你到这个网页上面来，然后你就按录音，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他就会给你一句句子，然后你就录音，就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他就给你一句句子，然后你就给他录音。然后你就录音，然后录完之后，录5句，他就会让你送出。好，然后目前的状况是已经收集了1300小时的语音，然后总共包含18种语言，所有的资料都是 CC 零释出，所以这个档案你可以拿去就是做任何事情，包含了你可以拿去训练模型，你可以拿去做语音合成，你还可以拿去练出音这样。那我们台湾目前现况有3000句句子。H1 就是第二季之前我要把它 double， 这是我们目标。目前中文的语音已经有52小时，释出30小时。所有其他模型相关的坑都可以找我，你知道就是模型很多坑。我们今天需要的人有4种人，第一个有语言学背景的，因为我不是学语言的，那很多外国公司问我语言的问题我不懂。第二个有 AI 背景的人，如果你想要拿这些语音去训练 AI 的话，我有档案，那你们可以来玩。那第三个是对，就是对语音库有运用有兴趣的，你可以来，就是拿这个档案去玩。然后第二个 AI 背景，就是我们有一个专门叫 Deep Speech， 他有告诉你说怎么用这个语音库来用。然后第四个是想要推动台语的人，我们现在没有收集台语，想推动的人可以来找我，我可以来帮你就是弄这个东西。好，谢谢，接下来。